宝鸡大战太有意思了，大家都别提前上岸好吗？对这场比赛都派出了4名外援首发的阵容，纸面实力基本相当，这场比赛大概率会是一个平局的结果。两支球队确实势均力敌，这样的一个局面应该很难被打。客队核心受伤下场，看来沧州队的机会来了。多个角球终于转化出了一个进球，沧州局面一片大好。
的核心下场而被打破，沧州雄狮现在局面一片大好，让我们看看下半场还会发生些什么。梅州扳回一个球，外援人数也多出一个，现在悬念好像又回来了。本场比赛到场观众8569人，客队球迷不多的情况下还来了8000多人，看来这场保级大战还是有不低的观众。沧州雄狮队换人，换下6号后补的烟。沧州雄狮队换人，换下9号艾维尔。